老公，你是不是又没穿内裤啊？对呀、啊，穿了老是又潮又湿的，你不知道多难受，还不如不穿。怪不得我给你洗内裤的时候味儿那么大呢。那给你个好东西，这是啥？它可是一款有黑科技的内裤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个穿的比没穿都舒服。就是这款莫代尔刺式内裤，哎，很多男人那里不都是潮乎乎的吗？正好你看它这个内裤哈，人家这个内裆用的是温感科技棉，这是一杯热水，就是温感科技棉哈，就是遇热遇潮之后就会变色。你看它小黑点是不是消失了？就这个你穿上它一整天哈，都是干干爽爽的。还有你看哈，它这里啊有两颗小磁石，你看。就能形成一个微弱的磁场，就很舒服的莫代尔面料的哈。你看它不仅弹性特别大，我跟你说哈，它还特别柔软又亲肤。就这个内裤啊，它能从100斤穿到210斤都没有问题。再一个哈，你看它每一个都是这种独立罐装的，就不管咱自己穿或者送人哈，这样都特别上档次。还有你看它有这么多花色可以选择，哎，你就说它是不是一款特别懂男人的内裤？